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套 Stage 9 116 Bowden Street 107A 两房两卫一车位的全新现房。一进门，在它的右边就是一个 storage。走出以后，在它的旁边，第一个就是它的卫生间，它的卫生间也是蛮大的。除了卫生间，我们所见到的就是一个主卧，主卧有落地玻璃窗，可以通向阳台。房间里面还有卧室，还有卫生间，主人卫生间也是蛮大的。除了主人主卧，在他的旁边是他的次卧，第二个房间，他房间也蛮大的，心里也差不多有2.7米，空调也是 product 的，也有落地玻璃窗通向阳台的。走出第二个房间，我们就去看一下它的厨房和那个客厅。在它的走廊上边有一个洗衣房，洗衣房也是超大的。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厨房和客厅吧。这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和客厅，在它的旁边还有一个 study， 这给在家里办公的人就提供了很大的方便，还有一个储藏柜。这是一个超大的客厅和开放式的厨房，它所有用的都是 AEG 德国品牌，四个炉头的炉灶，两个 sink， bench 也特别宽敞。这是一个超大的开放式的 living 客厅，你所见到的。走出客厅，它是有一个超大的一个阳台，大概有40几个平方米，真的。有小孩的家庭非常实用，孩子可以在外边打打球啊，什么都很方便，空间特别的大，所以你从阳台远处望去，两个房间和这个客厅全都有玻璃门，所以采光也不错。这是一套全新的两房两卫一车位的新房，它的开发商是 Homemark， 建筑商也是 Homemark。 它的这套房子的总面积现在是156平方米，它的价格是88万，它的 Strata 三个月的物业费是1087。它临近的有 Meadowbank Public SchoolMeadowbank Tafe， 临近的还有 Lowe's Shopping Center， 还有 Toplight Shopping Center， 所以交通生活非常便利。有兴趣的朋友尽快联系我 Julie Plus Agents， 电话 04154581018。